Aloha， 我是星光清华城团长，现在已经来到了高雄，目前在美丽岛站的光之穹顶，祝大家旅途愉快，搭捷运愉快，圣诞节快乐！讲讲讲讲。
Hello， 昨天是12月22号，是冬至，大家有没有吃到汤圆啊？今天12月23，也就是圣诞平安夜的前一天，要来高雄铁道加400认证之旅。听说有男需求有要来认证400家族的第236号啊，认证的球友们加油！现在已经来到了哈马星铁道文化园区，走过去就是博二铁道园区，这里就是我高中毕业旅行的地方，那时候没有轻轨。
到这里是美术馆站，我要来等密冈号彩绘轻轨列车，密冈号列车等等会来经过龙猫隧道。好有趣哦！Passengers for LRT 15th and the station.
Hello. 你好吗？